你们说过，只要我一说话，你们都会给我双击。哦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可不要食言哦。红油大肉。这两天感冒了，来个海参补一补。咱家宝宝也要记得加衣哦，加衣保暖。还是必须带经络的。来一串小鲍鱼，麻辣口味的。咱家茄子，这个视频能不能有200个小红心？有200个，我整个大的。海螺，来个1斤1个。哇，吃鱼刚刚的。苦感，把它摘了。哎呦，干净极了。来个深海大菠萝，上六。再上。来辣。多放点辣椒，无辣不欢。辣椒不多，老铁怎么会给双击呢？嗯。老韵了。来只大八爪，得练练嘴啊，头太大了。哇，妈呀！来只大海螺，我要吃麻辣口味的，多上点料。咱家发财，已经发财，老铁都给我双击了啊！哎，滚了！给我17秒录完，如果录不完就打老妹的脸。就爱这一口啊，又馋了。吸着大虾，得练练口。婆婆给
准备的大汉堡，觉得有食欲的，给我两百个小红心。嗯，特别烂乎。我婆婆说此视频红心能过200个，给我整个5斤重的。老铁们，我还没见过5斤重呢，全靠你们了。嗯，今天来个大爆头，来个吸墨吸得出来，给个双击。双击双击，来个巨大号的竹节生上六，过瘾过瘾，再上，无辣不欢，多放点辣椒，越多老铁才会给我双击。哇，一口是不敢。来上点料，来了，哇，感觉过瘾的，赏个小红心。嗯，挑战一个3连爆，给我上点料，哇，辣椒油，好有食欲。开整，你不是无辣不欢吗？无辣不欢，放这么辣椒，咱老铁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别想那么多了，不会给你的。上一个吧。不拼一下，咱家老铁都不会给我双击的。哎呀！双击双击，来个狂吃不胖，大家都不要给我双击了。我个绝技，来个双爆！大明正，让你无辣不欢，无辣不欢。为什么你说话牙齿都咬痛不痛？我你看看看看看看。嗯，给个双击呗！来个公海螺。上点料，哦，开路啊！你是不是忘了点东西？还是没有躲过，别放太多了，放太多咱家老铁也没给我双击。不给就不给吧。你应该说会给的。来上一只另类大虾。有谁能认出来的？下面评论一番。嗯，肉质太鲜美了。